歌手汪峰与章子怡热恋备受瞩目，但他作风高调，常被调侃在抢头条。他9月在微博上宣布离婚，碰上飞鹏婚变，公开告白章子怡，又撞上球队夺冠，发表新作品却遇上吴奇隆与刘诗诗公开恋情，以及杨幂刘恺威的婚讯。他上周登苍山好不容易攻顶，但同一天王力宏与吕云迪先后认爱，头条再次被抢走，连王伟同情他，果然白爬了，还是上不了头条。他昨天在微博打歌，不忘自我调侃，听听吧，这三首歌就像你我的生活，既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被卷入了这场关于头条的游戏，不如继续玩吧，并附上三首新作品的链接。偏偏又遇到了保罗沃克的车祸身亡，让他第5次博版面失败。